莹莹，最近怎么样啊？很好啊，自从你拍了我那个视频以后，很多人都知道我了。没有了，本身你就自己很优秀了。啊，还是要谢谢你了。你想吃什么，我请你啊。哦，随便吃都可以的。那我们吃这家吧。好啊，走。这里坐。嗯，好。靓仔，阿爷。好。哎，有个姜葱炒牛肉。炒牛肉。喂，小姐，你要什么？我要吃就是辛哈馄饨米。看一下我们的菜上齐啦。你看还要不要点些什么啊？不用了，够了。都不要跟我客气嘛。没事，够了，够好多啊。嗯。天呀，我感觉到我自己脑子好快啊！你看我才35岁的年纪，脸皮都是松松垮垮的，粗糙还不紧致。没有啊，你才30多岁，很年轻啊。你平常就不要太劳累，然后又不要熬夜，经常做一下美容，保持心情好，那你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好。谢谢你哦。要不我等一下去店里面帮你做脸。好啊好啊。嗯，买单。119啊。魏小姐随便坐，我给你倒杯水。 好，这里喝水。谢谢。魏小姐，你来这里美容床躺一下。谢谢啊。哎呦，你帮我做完脸，真的皮肤状态好很多哦。但是不能天天去美容院了。不用去美容院啊，在家里日常护肤也行的。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日常护肤小秘诀，就是用这种含 A 醇的晚霜，我美容院的顾客都在用这个。这个 HBN 的三 A 醇晚霜还是三重 A 醇和三重 A 子的，它紧致淡纹的效果更加倍了。真的吗？那我查查看。你看这金黄色的小颗粒，就是包裹住的 A 醇呢，它上脸很新鲜的。哇，我平时都不怎么用面霜的，因为我怕黏黏的难受，但是它这个真的好清爽哦，一下子就吸收了。哇，用完感觉脸上嫩嫩的哦，好紧致哦。在哪里买的？我也想买一瓶来试试。不用买了，我新买了2瓶，送你1瓶。哇，真的很厉害哦，这么年轻就会做生意了，我真的要跟你学习啊。我才要跟你学习，你经常帮助人呢，然后我爸妈也经常夸你。谢谢你莹莹啊。还有个事情要请教你哦，我现在呢是2个孩子的妈妈。嗯，自从呢生完孩子之后，感觉到体重呢一直都在增加。我知道你还是个瑜伽老师，平时经常坚持练瑜伽对我的身材和体重有帮助吗？我好想减肥哦。一定有帮助啦，除了你均衡饮食以后，你坚持的话对你的体重啊减重有一定的帮助的。怎么练啊？要不你练一套瑜伽给我看看，看看我能不能完成那些动作。刚开始的话呢是有点困难的，但是你可以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去练，先练简单的。练瑜伽就是要贵在坚持嘛。那要不我先练几个动作让你看一下。好啊。脚像盘古一样宽，然后呢肚子收进去，吸气的时候呢手画半个圆形，呼吸的时候呢手慢慢往地下贴好，以后呢就爬前，手指打开，然后呢我们的上半身往后压。这个好简单，不如你来试一下。好啊。哎呀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的。你先上来。对，先站好脚。不要八字的。脚趾指向前面。对，然后呢肚子不要推前。对，然后呼吸吸气的时候呢手画半个圆形指向天。呼吸的时候呢收肚子，然后慢慢把手指指向地下。对，脚呢一定要直的，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直直的。哎呀，哭了。不能，对，这样直。哎呦。然后呢后脚跟不要内八，把它
弄直。嗯，对，对，然后呢，手走前一步，对，手指打开，对啊，打开，不要指向外，指前方，对。哦，好累啊！你的头放松，看看自己的肚子，然后这里我按的这个位置呢，我等一下你是要推向后面的。哦，对，现在你应该有感受到后脚有拉伸的感觉了。真的，哎呦，我真的练不了，哎呦，我真的不是练瑜伽的料。凡事开头难嘛，你慢慢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的训练，很简单的了。我真的是太佩服你了，你看你家庭条件又这么好，还能吃得了这个苦，你看你的身材多漂亮呀。习惯了就好嘛，要不我今天练一套全套的给你看一下。太好了，我今天真的大开眼界了。我们先站在我们瑜伽垫的最后方，然后呢手慢慢碰地下，然后手爬前放到前面以后呢，手指要打开，脚呢可以站阔一点，然后慢慢把我们的上半身压下去，然后我们也可以单像踩单车一样这样去放松拉伸我们的小腿。在这里留了几个呼吸以后呢，我们可以慢慢把身往前冲，去到平板的动作，然后呢把我们的右脚一步踏前，然后后脚呢我们的舌头就放在地下，脚背也放在地下，我们的右手慢慢指上天，这样呢不仅可以拉伸到我们的脚前侧，也可以拉伸到我们这里后侧，然后呢留几个呼吸以后可以换另外一边。太好了，朋友们，看到了吗？莹莹的脸蛋这么漂亮，你看身材又这么的苗条，你们也想吗？我也确实应该花点时间来保护自己的脸蛋和身材了。今天也特别感谢莹莹，真的让我学会了很多。再见。